连身裤装呢，大家等超久的，然后妞妞设计超久的。好，我最后呢选了两个颜色，里面我是穿平口。如果你有身材，你有胸，其实不用像妞妞这样子这么可怜，你就直接穿就好了。好，这一件是怎么样呢？我这边有微帮大家挖一个洞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有身材，根本不需要像妞妞一样穿这个了。如果你有身材，你可以穿辣一点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不敢的话，像妞妞一样穿平口就好了。这一件蓝色超美，我在选布料的时候选很久，然后呢，裆的问题也有调整了，然后有帮大家分尺寸了。长度呢，它不算是短款的长度，我穿着可以到这个鞋子的带子了，所以它不算是短。这个蓝色就是仙女下凡，它的这个蓝色是我们第一次做，然后它是偏比较蓝一点点，蓝度比较高的，后背就是小 V 的感觉。这个真的你们有胸啊会好看很多的，黑色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你要显瘦指数当然是黑色，但是你要特别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买蓝色，非常非常的唯美。然后这个长度啊，我觉得170的粉丝不用担心太短，因为这一次这个长度已经有稍微加长了一些些了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可以包色，因为它可以穿球鞋就会变得很轻松很好看，然后穿凉鞋就是像我现在像是比较有女人的感觉。